Hello， 大家好，学中文。今天我们要去动物园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Today we are going to the zoo. 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give me a thumbs up and subscribe. Wow, 妈妈，这是什么？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。Let me roll the dice. 五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妈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门票呀。门票是什么？拿着门票，我们可以去动物园。耶、yeah, ，去动物园喽！耶、yeah! ，我们带着门票来到了动物园。那你知道动物园里面有什么吗？动物园里有很多很多动物。动物园里有什么？有熊，还有斑马。熊、斑马，还有呢？动物园里有什么？有老虎，有狮子，还有大象。老虎、狮子、大象。宝宝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很多熊猫。你看，熊猫宝宝、熊猫妈妈、熊猫爸爸。熊猫。你看，猴子在爬树。猴子。我还看见了兔子。兔子，哇哦，这是长颈鹿，它们很高呀。长颈鹿，大家还记得动物园里有什么？一起来看一下吧。哇哦，这里有很多动物。你能找到大象吗？你能找到猴子吗？你能找到长颈鹿吗？你能找到老虎吗？你能找到狮子吗？大家都找到了，真棒！我们来复习一下吧。这是大象，这是猴子，这是长颈鹿，这是老虎，这是狮子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动物园，看到了很多的动物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谢谢大家 ，Thanks for watching. See you next time. Please subscribe and don't miss any videos.